欢迎回到狗造的 TV， 我是 Li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秋天穿搭灵感，用秋天单品搭出适合台湾现在天气的穿搭。第一套是带有心机感的 Swing 层次设计简约连身裙，有大人感必备的碳灰色和穿出气质的 Grey， 背后的开叉也有渔网纱面料拼接，辅料选用金属纽扣增添细节精致度。虽然是简约的版型，但穿上后能发现很多小巧思，在胸下有做了弧形的剪接，会让比例看起来更好，这对小个子来说很重要。在袖口与领口都有做网纱面料的拼接，袖子处有做折子的设计，加上这件的面料非常好照顾，不易皱。这件洋装还有口袋，放得下 iPhone。后领围除了网纱拼接外，还有连在一起的绑带装饰。洋装版型偏为宽松的直筒剪裁，搭配手做耳环是圆舞曲，圆圈与旋转的舞步为本次的发想灵感，以不规则的层次堆叠。这次推出的三个颜色都有不同的巧思，我很喜欢银色的大人感，是低调中带有精致感的闪度。当我想要给人简约加利落感的氛围时，我就会选择银色 Blush Pink。如果你是老粉应该知道，我们很少推出粉色系单品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粉色系跟人的皮肤色系相近，颜色有一点偏差就容易显黑或是被肤色吃掉。这次选的 Blush Pink 很像脸红时会出现的淡粉色，加上米珠本身的外层是透明，利用中染技术让耳环更有层次与透明感，有别于粉色给人可爱的印象。一起哼着圆舞曲，感受折射带来的惊喜。Ice Blue， 给人清凉而流露神秘气息的冰山蓝，是冷色调中明度较高的颜色，与基本色系黑白灰搭配时，能柔和整体色彩，是点缀穿搭的好选择。冰山蓝除了和前面的 Blush Pink 一样，最外层的结构是透明之外，这次的冰山蓝还带有点光泽，很适合搭配本次的五线谱上衣，两个颜色刚好呼应，是不用动脑的同色系搭法。搭配上与鞋子同色的16分休止符小羊皮包，距离上次的真皮包暌违一年后才选了新款，毕竟万中选一真皮包真的太好用。本次的包包一样可以调节背带长度，调到最短可以侧背，调长后可以侧背，当然也可以斜背，解放双手。每次出门都超多家当的我非常重视容量，可以放得下钱包、行充、手持电风扇，最近出门一定要带 AirPods、Kindle 的阅读器，通常我都会收到袋子里。张很累累的 i12， 最近很爱的手机支架，还有爱用的唇膏们。阿里迪士尼的保温瓶就交给渡边了。渡边是174公分，跟我一样常用侧背，调到最长后侧背的效果也很好看。实际背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都觉得长时间背下来并不会让肩膀痛。如果你喜欢小羊皮的手感，一定会很爱。设计感强烈的单品少不了金属饰品的点缀，不规则的几何碰撞让整体风格强烈。绑好低马尾后直接插入，整体简约又有迷人的细节。大家会选哪一个颜色呢？第二套，这件我非常喜欢，自由的 Grey， 肩带为可调节的设计，前面的折子让整体轮廓看起来更立体，展开后可以看出这件松分比一般的直筒连身裙多，光是与五线谱搭配都能创造多种穿法。
夏天也很适合与削肩背心搭配，因为袖龙挖得比较深，在搭配上就可以与宽袖的单品一起着用，例如本次的无线普针织上衣。搭配的耳环是与花艺师小艺的联名款，以夏日回忆为主题。大家有听过喜达利哈娜比吗？渡边说这是属于他的夏日回忆，烟火的美是瞬间的，也会消失的。小艺是一位温柔中带有力量的花艺师，艺与有花是他与男友共同经营的品牌。当初在讨论时说到，周花是学着陪伴与接受，从绽放到凋零的过程，尽管花与烟火最后终将消逝，但烟花带给我们的感受是能化为回忆留存下来的。在制作与设计上跟小艺来回讨论了很多次，无论是色彩上的选择还是整体的流线感，小艺的美感令人着迷。从这次合作发现了很多一直以来不曾有的想法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副耳环让搭配简约的穿搭就能直接无痛升级，平常背包包时我都喜欢调到最短，脚物跟往常一样要统一色系。很推荐大家使用针织单品创造层次感，我在挑选针织单品特别是开衫时都会尽量挑短版。这次的针织上衣是半透肤的，加上本身是有细闪的元素，叠穿时能增加透明感的同时也不会显得太厚重。袖口设计为喇叭袖，让针织单品不古板，轻松穿出松弛感。简单的在胸前绑一个结，能让整体的造型更丰富，很适合会缓慢进入秋季的台湾。如果更冷一点，就会推荐搭配这件外套。如果你也是小个子，一定会很喜欢。刚好是灰色过渡到黑色的集合，由于外套的本身衣长偏短，很适合搭配裙装的单品。面料厚薄偏中等，适合11月到12月十几度的天气。在袖子上与后片都有做折子，穿上后的立体效果可以打造率性氛围。两侧的口袋也不是坐在斜边，第三套是我很早就自留的一件变化款上衣，加上有纹理感的剪接伞裙。这件背心的版型比起外面常见的日系感更显成熟，不会过高的胸线给人稳重却又保留设计感，下摆 balloon 的廓形穿起来又不失俏皮的氛围。这件透肤上衣是我设计的秋冬单品，设计灵感来自于去年在奥赛美术馆窗外拍下的这一张照片。究竟现在当下我是自由且享受着每一个瞬间吗？在拍下那张照片时，是巴黎的自由与浪漫氛围让我突然意识到学会生活很重要。上衣本身的材质亲肤外延展性佳，除了单穿外还能与其他单品叠穿，是一件单穿与叠穿都很有特色的必备单品。下身搭配的是纹理感剪接裙，腰围是全松紧带，下摆为剪接的设计。由于布料本身会透，这件有做内里。如果你想找一件很有分量感又飘逸的裙子，那你一定会爱不释手。这一套是全黑穿搭，想要率性风格时我很爱穿全黑，但又怕全身太黑看起来很沉重的话，就可以拍出这件神奇的上衣。
比起外面常见的可爱背心，剪裁与面料让这件很有设计感。背后的裁片呈现三角连接肩带，虽然是balloon的廓形，又不会太少女。搭配的耳环是刚刚介绍过圆舞曲中的 Ice Blue， 上衣呼应了耳环。第四套，去年大受好评的牛仔吊带裙回归了，侧边的镂空与高腰线的剪裁，后中有拉链方便穿脱。我着用时是扣在第一个扣眼，高个子女孩可以调制第二个。虽然服装都已经进入秋季，但台湾的气温还没有，推荐大家可以先入手打底单品。这件的面料成分 90% 为尼龙，除了弹性很好之外，敏感肌也没有问题的触感。这件吊带裙其实适合一年四季，但夏天建议有冷气的地方再穿。不管是要搭长袖打底或是短袖束提都没有问题。侧边的镂空有修饰的效果，搭配的是与易余的联名款。自从渡边开始做手作耳环后，戴浮夸的耳环已经不仅限于重要场合，更多的是自我的展现与戴上后增添自信的魔力。简约中带有设计感，又能搭配出很多不同的风格。第五套是给所有想要多睡一点又能美美出门的你。整件设计以抽细褶为主元素，前片、后片与袖子都藏着抽细褶的元素。展开后，下摆的宽度其实有200公分，但穿上后却不会让人感觉很臃肿。蓝色配白色的耳环，显白程度100分。与前面介绍过的圆舞曲相比更小巧，以过往没有尝试过的制作方式，让整体的立体感更加圆润与细致。戴上后是不是更明显了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样搭配有点太宽松了，也可以加上皮带点缀。最后一套，这是我设计的单品，以带有光泽感和垂度的面料，希望成为每个女生的衣柜里能无脑穿搭的最佳单品。搭配的上衣是蜕变，这件的织纹非常特别，气球裙的分量将视觉从腰部转移至下半身，换腰头让上半身不管搭配什么衣服都能扎进裙子里。以上就是本次的新品们，我会把单品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至下方查看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